可是他说可以提升啊，就好，不开车，不开车。安安。好，来孵化一只77%的龙。有门关的，门关了，它会自动帮我关。哦，哎，它那个门哦，可以手动按开大门了，就不用拆，不用拆围栏让龙出来。哦，我在开车。很有趣哦，可以开车然后撞人。啊、撞人会怎样吗？啊，我怎么不会怎样？比较容易闪开。要要从大门吗？他旁边你旁边不是那个栏杆会有个出入口？你开车过去要自动开门，然后就可以进去了。不哦，好笑哎。啊？什么？恐龙失败了，孵化失败了。进去喽！丢掉，丢掉，再一次。杂音哦，你会不会是听到环境音啊？就是那个游戏里的虫鸣鸟叫声，哦、我以为是杂音。我吓到恐龙了。这张值得收藏。食品补充完毕，那可以开飞机吗？哇，还要进去补充哦，恐龙。我们的三宝，我们撞大哦。可以放大哇！孩子拍得好，地方这张相片堪称万中选一。中国有华阳龙，听起来好东方的龙哦。那个拍照合同做得漂亮。哇，三角龙好多钱哦！很多钱啊！我很期待，那我来拍游客好了，来哦，我拍了没？刚拍没钱啊，好难过的。不是，这都没有人要来买，为什么？没钱。只能说很远。Get down, kill you！ 来离开。啊，我车就离开就好，还是要停回去啊？离开就好，他就会帮你自动开回去了，超人性。哦，真的这么好，真的。嘿，我是艾萨克，近况如何？我需要你来参与一些很酷的事情，一切就等你答复。来加入我的优秀团队帮忙，好吗？我怎么离开这里？哦，我觉得画面有点变低啊。我这个人最爱办表演。哈，只要有这些恐龙，我们的表演就是地球上最特别的。三角龙生病了。主题公园必须吸引人潮，而最吸引人的莫过于新恐龙。天哪，好累哦。当然还有我。好了，才怪。啥？我要说的是，凋零街道。我们弄些新的恐龙来吧。哦。嗯。我不知道哪个比较糟，把这些生物当作工具赚钱，或是当作奇珍异兽展示。开车，开车。说有新的合同可以承接。对，泽平生病了。好，泽平生病。我是克莱尔迪。救泽平。救泽平啊！来哦。救泽平，汲取一些正面的教训。他生病了。我相信我们现在做的事是对的。来，哎，你不要跑啊！哦。噔噔噔噔噔。我们叫他泰瑞吧。别错失这个机会。真是不听话哎。哎呀，烂炮兵！我知道了。
好了好了，原来射一射感冒就会好了，好哦。加拿大的某个地方被发现了，猜猜是哪个地方呢？这种恐龙对霸王龙来说相当美味，而谁敢跟霸王龙争论呢？哇，这个恐龙对霸王龙来说相当美味。啊。好低音。我一直以为这是 LNG ING 啊啊哦沉掉抽取抽取真的有游客了耶很动哦游客来了很健康等一下你的龙就会生病我就是害怕来看了一下他是会跳提示说他生病是不是他会跳他不会完全不跟你讲然后你的龙就这样死掉你也太惨了吧这样超惨突然死掉了然后来跳提示你的恐龙生病咯而且病死了哦哦哦哦哦木盾研究在哪里啊障碍我来偷开来玩玩偷开玩偷开一下哦哎、哇靠再生速度电网很贵耶很贵啊电力升级哦，那要怎么让他们区分？要另外再盖一间吗？那个研究的，应该有直升机可以运送啊！可恶，要研究什么？哦，还有直升机可以开之后。对啊，就是直升机来那个啊。嗯。明天要毕业啦，恭喜恭喜恭喜！紧急避难所。嗯，他那个是冲出来的时候用的。要不要盖啊？不用啊，还好吧。我现在没有什么安，啊对啊。现在没有什么不安全的地方。运送搬运恐龙是，主要把喂食区设在这边。拆掉，拆掉，要怎么拆？拆除。早安哦！检视模式。我也要没钱啦！这游戏超容易没钱的。完了，开车车了。哎、欸，他这个有没有版权啊？它里面是有一个选项是可以勾说，就是如果有版权的歌就给你禁，他就会禁止这样，就会不会播这样。开车他给我播有版权的歌，那完蛋了、喔。
你可以现在赶快去选项把它勾起来，过滤那个什么授权的音乐。我要开始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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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在哪里？设定，你按那个啊，设定音讯吗？音讯，然后哇啦，下面有个将授权音乐进。好，他都连这个都帮你想好好了，好好笑，棒哦，贴心。这现在已经是常态了。哇，静音了，就没声音了。来来来来来，我要来赚钱，拍照拍照。哎，等一下，他把我那个吃光了，在这在这。挖好慢哦，挖快一点。空白键手刹车 ，R 是飞镖。还有什么可以盖啊？把礼品店盖一下好了。你刚刚不是盖过了？我刚刚是盖服饰店。我怎么？现在是哦，转视角。现在是礼品店。啊？哦，拍到三角龙，然后我的那个什么爱德蒙托龙，惊恐。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躲起来了，糟糕了！我受限于地形。